哎呀，这昨天晚上下的，这上面一层啊，这树上面都落上了。这是谁弄的？你弄的？小家伙，好玩吗，雪？我家的傻皮皮也在这里乱跑。这雪下的，今天反而不冷哎，这开始化雪的时候就开始冷了。这个雪就可以吃，你要吃吗？哎呀，嘿嘿，这么冷的天还要上班上学呀？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教室里面会有那种炉子，然后每天就安排两个值日生去提前把炉子烧着，然后去的时候就全部烤炉子。开空调了吗？没有空调。没空调啊？这边就是全靠抖。我感觉我们那边还是好一点的，最起码教室还有了。现在好像有那个。有空调了，以前我们那时候都没有空调，然后都是装的那种炉子。啊，初中的时候，小学也有，小学的时候就是班主任就每天去那个烧炉子。这后面山上道也是白白一片，这种场景真的是难得一见。哎，走啦，上班啦。天气今天会有出太阳。学校的学生现在玩嗨了。要打雪仗，这么点雪都玩这么嗨，这几个娃在这玩起打起雪仗来了，地上雪被他们打了，冻住了。小孩子都在玩雪，收集雪，树叶上的都不放过，下面的玩完了就玩树叶上的。学生们做的各种雪人，这都是啥形状？都是？这个是狗狗吗？我也吃吃。你们做的这形状看不出来，这个是不是老师做的？大白老师一个人才，哎呀，这个好看。大白老师这个广东妞，这玩雪玩的还挺厉害的，雪人都堆出来了。就是这个耳朵怎么一个大一个小嘞？这个还行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牛吗？没看出来，这个不知道什么形状。广东妞今天玩的嗨得很，今天。这个嘴巴。啊，那么大的雪，到处一片白，现在都没了，这些上面都没雪了。中午出了一点点太阳，全部融化了。今年的雪看来就这样子没了，本来抱有今天还是有雪的，今天是一滴都没下。早上的那种场景好看，到处一片白。回家去了。